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在这里相见。我们在这段时间的里头，我们经历了七间的教会，那么我们好像那个状况一直是在地上，但是从今天的经文开始，我们要到天上去了，让我们一同开始这个属天的旅程吧。启示录第四章一到十一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4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6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伏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好，我们今天的经文是来到启示录第四章第一到第十一节。我们首先看第一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们看见第一个，天上有门开了，然后他就听到声音说，说什么呢？他说，你上到这里来。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神要让这个老约翰有这样子的经历呢？他说，你上到这里来。那么是这样子，是因为老约翰，不要忘记他在那个时候他是在拔摩岛上，他非常的失望。为什么呢？因为逼迫非常的厉害，教会好像显得是相当的软弱。在这个过程的里头，他当然会失望，他会灰心，但是感谢神，我们的主他让他上到天上去。那么地上很多的时候让我们灰心，但是上帝的话今天也透过这段经文，也在那个时候让启示临到这个老约翰的身上，告诉他说，我要让你看到第一个天上的事，第二个我要让你看到将来的事。那同样的事情今天如果在我们的中间，
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个世上很多的事情我们觉得灰心，很多的事情，很多的苦难临到我们，很多的教会的光景，我们个人的光景，我们家庭的光景，我们国家社会的光景，让我们会觉得无力，会让我们觉得灰心。但是上帝今天也在这段经文的里头说，他说你上到这里来，好不好？我们就跟着老约翰的他的眼睛，跟着他的经历，我们一起到天上。为什么呢？因为第四章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章节啊。那么那这两章可以说对于前面三章是讲到地上的七个教会的光景，教会的光景有好有坏，大部分其实不见得是好的，会让我们灰心的。但是感谢神，上帝永远他在天上给我们预备美好的，他是让我们的眼目要脱离地上的，要进到天上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让讲地上的光景，其实只讲两节的光景，不，对不起，讲两章的光景，他用最多的经文是在讲天上的光景，好让我们的盼望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天上。那么这个，所以这也是让我们看见第四章他真正的重心，他在讲什么呢？他在讲这位创造的神，他的无限，他的尊贵，还有他全能的地位。那么让在这一段经文的里头，对我们这个神有很多的描述啊。那么你看见无论是在第二节啊，我们看见这个他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哪，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那无论我们刚才所读的碧玉也好，红宝石也好，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那这些都是形容神的荣耀，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形容他的荣耀，是讲到他的救恩譬如说红就代表是神的救恩他神的怜悯，记得挪亚的故事吗讲到神怜悯人落在最终神跟人立约。碧玉讲的是神的荣光，红宝石是讲到神的救恩。那无论如何，从不同的角度都是讲到这个神的荣耀所以如果我们继续的往下面读也是一样的。好，让我们继续的看，继续看，就是这个看到我们这个神在宝座前面的这种光景是荣耀的光景。那接下来还有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看见这个宝座在第五节的里头有讲到，它闪电，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那么那这个是形容上帝的那个审判的威严那么但是呢，这个宝座呢，这个宝座是什么呢？这个宝座是在神的怜悯的当中神的审判是在神的怜悯的当中。为什么？刚才我们看见了，我们在第二节第三节我们看的都是神的向着人的那种怜悯。那么然后我们看第四节我们有点回头要看第四节，就讲到24个座位，上面有24位长老，当然这代表是新约的，也代表旧约的。新约是12位使徒，那么旧约的是12个支派那这个是我们晓得的然后我们就看见这个，然后又有7盏火灯在宝座面前点着，这7灯就是神的7个灵那这个7个灵代表什么呢？如果我们读到以赛亚书第11章第二节，我们看见这个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
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那在这里面也是提到有七个灵，指的就是神的灵，代表的是什么？圣灵的完美跟祝福是那样子的全备。好，那么所以这个神不但是他怜悯人的软弱，他愿意赐恩给人，然后他的审判又是在他的基础就是神的怜悯。他虽然有审判，但是是因着神的怜悯，他赐给人许多许多的恩典啊。然后他向着我们的那个祝福是一个全备的恩典啊。然后我们就看见这个神，他如果我们到了第六节，到了第七节，我们就看见这个神。我想今天这个活物，我们就不花时间去解释了，因为我想我们中间有足够的这个机会去了解。但是我们要特别要讲这个活物，这个活物，他说遍体的内外都满了眼睛。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就表示这个活物，他们有着无限的智慧，能够看透以后跟将来一切的事情。那么那这个活物他们是在神面前的，代表上帝他其实他了解这一切，他了解你我的软弱，他了解我们的过去，他当然他了解我们的现在，他更知道我们的将来。他给我们所预备的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就是这位全能的神，他坐在宝座上，他呼召了你我，让我们用我们一生的年日来跟随他。那么所以好不好，当我们今天仔细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敬畏神，但是另外一方面说更勾起我们里面的渴慕，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好吧，就是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到主的面前祷告。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不住要敬拜你。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你是那位全能的主，但是你有全备的恩典。你虽然是有能力，你创造万有，但是你有怜悯，你愿意把一切你所拥有的福气要倾倒在我们的身上。主啊，就让我们今天我们一天的生活里头，因着我们的祷告，就让你的能力领导我们，让你的各种的智慧领导我们，好让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可以过得胜的生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